靠，我是康瑞德啦，我是康瑞德。我好想看你那个视角我可以跟你讲话吗？哦，像很棒。哎，我我，跟你跟你会合啦、你跟我，我是谁？你跟我会合，我是谁？哦，我看到他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要走了。哦，这是最可怕的。你是不是看错了？那是我，Hello。好可怕啊！我要走，我那绝是对没有我看，啦，我要走。就我刚还好没抓，我没抓到，哦，你可能有点，门自动关起来。好可怕！我要赶快走，快跑啊！那是我啦。快跑！我才不相信你嘞！哦，这不是鬼抓人而吼且你现在是，Hello。谁呀、我现在是黑人。啊？哦，我不坏相人，黑信人。你，你是坏人。哇，出货人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！要走，要走，赶快走！你怎么在房间？好可怕啊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我要回去看吗？好可怕哦，好慢。走，赶快走！哎呀，哎呀！所以刚刚是看到，真的看到两个我。你说在那个你水里面那个时候吗？对啊，就是看到上面。我应该没认错人吧？如果看到两个你啊，然后我可以选择说，我要鼓励你，就是把他淹死，还是就是他快，就是跟你说叫你停止这样。那我就应该要把它淹死嘞、欸。但是我怕啊，我不知道哪个是你啊，所以我怕等一下结果上面的那个人是那个水手。那怎么办呢？刚怎么有人在唱歌？没有，我没听到。那么可怕啦！玩到吗？是啊，他说已暂停游有戏啊，是开你门啊？呐、你怎么按到呢？赶快，赶快跑！不要再给我奇怪视角了。哎呀！天哪，是我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可怕！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！你耳朵怎么了？什么？你耳朵怪怪的，你吓到了。你背后我看到说书人了。刘康说书人，我没看到。哇、哦，好多 QTE 哦！我那个是。那个要按按钮的，哦，你要跑，你就选择不跑吗？不行，我只能失败或成功。失败会怎样吗？
失败应该就会跌倒吧，被抓死吧？会死吗？会死啊！那会死啊！好可怕哎、欸！真的没跳就摔死，绝对会死。你为什么趴着？你为什么倒退？我没有倒退啊！你还关我们？没有啊，你是看错了。直接拍的。你有拿到什么吗？没有啊。迅雷不及掩耳。有点错。你被我吓到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我怕被你杀死。被妹子就是那么怕。对啊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要停止，不然会摔死啊！真的吗？应该要早说，回音不能停止。你不按呢、欸？我不按就会摔死啊！应该是你要摔死吧，不是我吧？因为那个梯子都被我抓烂好几根了。哎呀，会不会死啊我？你要把玩死啊？什么？你要把玩死了是不是？可能我们两个一起死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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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不要按错，不要玩死了，四个是三个。哎呀，好可怕啊！哇，最可怕的过去了。不是我啊！突然走，突然变成是我吗？对啊。其实我刚刚有一个地方不是关你门吗？好像是。那个地方我好像可以选择奔跑或者是躲藏，但是我不确定说，如果我 QT 都不按，是会立刻看到你，还是说我会变成？对，也有可能是死亡哎、欸，我觉得啦，因为它中间是有一些是什么铁锈那些东西，突然飞到我身上什么的。对啊，我怕掉下来。你是艾利克斯哎、欸，我现在是朱莉亚，我又跟你在一起了。所以现在只有弟弟是落单的哎、欸。对，可是我刚看到弟弟变骷髅头哎、欸。弟弟什么？弟弟变骷髅头啊？啊是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现在看到两个还是你哎、欸。我走过来是不是？对啊，但是你也在我旁边呢，因为我就看到，其实我不太认得，因为我觉得黑黑的就是你或是船员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说错人在后面。嗯，哦对，是艾利克斯。跳过好了。哎、欸，还好我们心有灵犀。跳过比较可以去挡他奔跑危险地点，我差点跳不过啊！我点错怀疑，跌倒啊你！你要帮我呢？哎、欸，
哎，有哎，我刚刚还以为我点错了，因为哎，它为有什一么个会？是还击跟继续奔跑。为什我么会刚出想，现？我刚选继续奔跑，我差点以为是我把你丢下，还好他有把你拉起来。我刚差点没点到哎，我刚才跟你讲话差点没点到，吓死我了。为什么 IP 没有 K 啊？哎呦！哎呀，我们是结束了吗？怎么那么快？很快吗？很快可能是啊，我们就结束上，了，玩完可能了。我们，可能我们上次玩太久吧。没有玩久。没有吗？上次不是玩了一个多小时？哎，没有，没出去。可是我没有拿到那个炮管。对啊，那个东西还没。电器啊。我们安全啦，就待到明天就好啦。哦，就我是刚刚全部都死掉。看到后面你说水鬼的那个人呢、啊？哎呦，然后他还是看到艾利克斯，艾利克斯就说你不爱我喽，现在是怎样要分手吗什么的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不觉得他肩线有点怪吗？有时候有些动作，什么动作有些怪？肩膀，他肩肩膀膀，有时候翘哦哦哦，起来，他肢体动作多少还是有怪怪的吧？我不想要什么剧透。嗯，我以为你会学上上次一样。怎么？我有自信了吗？你有自信干什么？啊？哼哼。以解锁特殊项目。对，我刚刚选择不去把压下去是对的嘛？可是他已经变水，他已经有点像是那种神鬼奇航变那种海，跟海中生物结合的感觉。我这边看是两个都是你，没有看到过水鬼。哎，你是茱莉亚，哎，我是艾利克斯，我们现在身份对调了。哦，那你看的比较准。我刚看了两个都是水鬼，你看的谁都是艾利克斯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代表你爱情迷雾了你双眼。没有啊，但是那些人是说我们分手的，可能是我害怕跟你结婚吧。有可能哦。嗯，你看。你看，你看。大哥最恐惧的是，你怎么受伤呢？看起来正常啊。你说谁？啊。
问题啊。对啊，他很正常啊，他一直都很正常啊。还是会许多人的。会吗？怀疑。因为弟弟他不就感觉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吗？我觉得弟弟应该是始作俑者，他是邪教的其中一个人。他为了保护他的邪教团，但是你有玩过弟弟吗？上传之后。没有。啊。对，所以就知道他有可能有秘密。因为我玩弟弟啊。你有玩弟弟吗？有啊有他啊，刚说。刚你在菲利斯的时候，我有玩啊，所以我大概知道，他没有特别，他也是一样啊。但是我好像有错过一些东西耶，因为我记得他是有道具的什么道具武器啊？耶。哎，等一下我变成菲利斯哎，我变成他哎。那我是谁？你是艾利克斯啊，你是哥哥啊，没有啊，没在动啊，我现在有走出啊，去了，在外面呢。你是弟弟吗？不是吧？不你是，是不是，哦，你是康瑞德哦。没有然后是艾利克斯，对啊，我就想说，明明是右上角写你是艾利克斯啊。我在干嘛？奔跑阿万。我有发现秘密吗？对，不过我没看到都什么东西都什么的，我照着演戏。不要照着我屁股好不好？看到加入是哪一对啊，加速是哪一个？我都按了，都没反应呢。没感觉。这不是闪闪的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不按啊？因为我在看吧，没起床，互动了。我没有要跟你一起看。诶，这有东西，装备吗？不是？靠，全断了。嘿，为什么是你上去？你好意思吗？还穿着鞋子？我赖才要大便呢。你还是把我拉上来啊！我还是把大便抹在你手上。哎呦，都上来了，其他人怎么上来的？不觉得啊，被我拉上来的。哦，都是拉上来的，都是你的大便到处抹。大家都要一起享用。过不去哦，等一下去哦。我弟都要发呆了，做事废。不做事等这些。你呀、啊，你怎么不作死我弟啊，我弟不做事啊。太可怕了吧，他那个视角。对，是这样。都很可怕啊。我觉得这个镜子的视角嘛，不是镜子吧？是里面看出来的视角吧？哦，就是感觉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那个是太闪光人意思了，
Hey, come here！帮忙啊！你站在那边干嘛？帮你加油啊！你好意思我吗？是没有私人，大哥帮你加地道。哦，弟弟怎么冲进来？你这都是在做蛮力工作哎呦，哦，那个门被那个东西卡住了。